演技高超，我要呐喊。雪人撒场，泪洒屏前，水泊梁山，义薄云天，替天行道，为民除奸，水浒精神永留世间。美哉壮哉新水浒传，谢谢。哇，好，谢谢宝山哥，谢谢谢宝山哥，您先请入座哈。鱼盆是我的，鱼盆是我们国家的。哎，对，问一下大哥，这个表演属于什么路数？您觉得这个表演属于什么路数？宝山哥的表演，我们一直不明白宝山哥是属于什么路数。他刚才这个朗诵的诗呢？我以为用山东口音。这宝善哥，您刚刚那个是用山东口音吗？我这个按说是用山东的口音。您刚刚那个就是山东口音吗？是山东人，我感觉是。他感觉是，绝对不是山东的。这样，大哥您就评价一下。他这刚才这个有特点，非常有特点，语言功力很强，很像那个。就是过去那个动画片里边演那个外国人，外国人说中文是吧？好，那非常谢谢宝善哥啊。我们接下来这个时间就该聊聊这边这两位了。先来看看这个我们智多星吴用哈。这个宗翰，你是第一时间知道自己要演吴用的时候，你什么感觉？觉得我对吴用呢？也有一些从小到大看完之后对他的一些的独到的一些的看法，我觉得这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我觉得他其实按照现在观众来讲，他挺像一个蜘蛛侠的。蜘蛛侠？对，就是平时的时候他好像挺沉默的，温文尔雅的，但是该发力的时候他的计谋，他的勇敢，他的很多的东西就都表现出来了，就体现出来了。也就是说按现在的讲法特别好一职业经理人是吧？他是 CEO 嘛，那我就是职业经理人嘛。他们说这个是男版的杜拉拉，男版古装版的杜拉拉。吴用，拜见哥哥，拜见。拜见拜见。怎么去？必然是智取。要想劫取生辰纲，这里是最好的地方。把生辰纲留下，却能尔等是过路人，要敢从牙缝里说一个不字，我就一刀一个，管杀不管埋。赤发鬼如此，劫不了生辰纲。口口声声说对宋江忠心，现在我要是杀了他，你会怎么办？吴用，愿意命来换。知我者，军师也。其实我知道在戏里边哈，这个吴用跟宋江两个人是真的是好哥们儿哈，这个几乎是形影不离了。生活你们之前演这戏之前认识吗？拍这戏之前知道，但是不熟啊，我们因为没合作过。但是这个戏呢，我们俩的都是文戏，几乎场场都在一起。在新水浒传中，几乎每集都有宋江和吴用的身影，而且无论戏里戏外，两人都是形影不离，难怪李宗翰被剧组演员们戏称为大哥身边的男人。堂上悬挂一面大大的牌匾，上书忠义堂三字。宋江如今是梁山坡的一名贼寇，但一生所求却是忠义二字。其实我们俩是几乎是唯一的，这个水浒拍了八九个月从头到尾的两位。工作环境比较恶劣呢，我们就自己想点办法，冰天雪地的，我们那个做点吃的呀什么的。有一个大姐给我们烤馒头片啊。真的？后来这戏吧，我后来他们接上以后，我一看忽胖忽瘦，
前面有一段我一看挺瘦的，突然间就胖了，就是那个馒头片吃的。后来说呀，不许再烤馒头片了，烤也不能放油，对，不能放油。然后我呢比较吃素，他比较吃肉，他爱吃鸡，嗯，牛羊肉。我记得在山东拍的时候，就有一天那个电影中的情节就再现了，然后他助手跑过来说：“哥，这个鸡都抓完了，说真的没鸡了。”他说：“这怎么感觉像是冯小刚的电影啊？”小刚一听，说：“这只公鸡是最后一只，17块钱一斤，对，吃不吃都是他的。”买那个我们在山上嘛，下边就是村子。您把一村的鸡都给吃完了？没，不光大哥跟吴军师吃，他还老分给我们吃，所以我们也都胖了。我这戏一开始进去的时候，才67公斤，拍完这戏我70公斤了，长了6斤，长了6斤肉，哎呀！那你们对这个消化整个村庄的鸡都做出贡献来了。对，确实太艰苦，我们那个不吃点太冷了，太冷了。我觉得其实宗翰是就平时生活当中是特别好，就是特别老实，也对人特别善良的一个人哈。但是说到这个吴用，还得足智多谋，特别聪明。你是在剧组里边点特多吗？其实在戏里头点子出的不多，但是我觉得我平和兄弟们的那种情绪的东西做的比较多。其实他还有一个外号，政治委员，我们叫政委啊。政委，对，还真是政委啊。是挺像的啊。谁有什么心事什么都跟他说，因为他特别能够做那个政治思想工作，让你不至于跑偏啊。这是他的戏里戏外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，是这意思吗？嗯，谢谢啊。客气了。而且我听说这个宗翰其实戏外边还有一些爱好哈，比如说喜欢收藏点东西啊什么，特别怀旧，这一点也挺正伟的哈。其实这不是我的爱好，这是他的爱好。喜欢收藏旧东西。对，我觉得韩宇吧，你都说我对他了解，我觉得他有他的优点和缺点并存的地方。分别说说。说三优点，说三缺点。这事儿没跟我们说过哈，没说过是不是？啊，来听听大家竖起耳朵哈。先说优点。我觉得优点和缺点是并存的。优点呢，他太敬业，这个是优点。为什么说是缺点呢？因为他敬业，所以我们有压力。第二个就是他是一个真的，就像他集结号里，他是一个纯爷们儿，嗯，对吧？这个戏里戏外，第一个他比较黑。然后有时候呢也不解风情。我觉得戏里的很多女演员呢，韩宇哥前韩宇哥后啊，叫的也挺亲的，但是我觉得她呢，这个就是缺点了，好像也挺坐怀不乱，无动于衷的。有吗？有吗？不是，有，不是只有我一个女演员，你们全部都转过来看我，我并没有啊。不是，因为咱们每天都在风里雨里的，看了不知道后方发生了什么事儿，我不知道。对，因为我就知道呢，那个谁，闫西娇跟他演戏的时候老说，哎呀，我要跟他有这个亲热的戏啊，我该怎么样？韩宇哥坐怀不乱啊，什么就这个，我们是私底下聊天听说过。哦，角色需要。这就你的缺点，你把角色和人物混为一谈嘛，是吧？角色需要，这又是优点和缺点并存。对对对对对，这政委说的对啊。嗯，第三点呢，他的优点是他很奢侈，奢侈。但是这个奢侈呢，不是咱们普通意义上理解的东西啊，什么穿多贵的衣服啊，戴多贵的表啊，开多豪的车啊，不是。他的所有的钱几乎都用在他的这个。对艺术品的收藏的追求上头了，这个我是非常清楚的，因为时不时的他会邀请我去他的房间看看他的那些图片，他的那些石头，是吧？但是花掉了他很多的钱。这个韩宇哥，你能收藏什么东西？但是他前期投入会很多啊。你能收藏什么东西啊？您特别爱好收藏什么？我是喜欢那个老家具。家具哦，这个明清的，石头，够大个儿。赏石，赏石哈，反正一切美的东西我都喜欢，都喜欢啊。所以其实，您今天有带什么宝贝过来吗？没有，但我有。你带宝贝来了？我是呢。什么情况？你带东方？我觉得兄弟之间，他真的像我一个兄长一样。所以这个礼物其实准备了挺久。之前我们俩在横店拍戏的，他走了，可是我没给他。这个礼物呢？我觉得长得还挺像他，正好今天有这个机会。
是吗？长得挺像的。对，就是这个石头啊，上面画了点东西，是一个琉璃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东西。趁这机会，我现场给你。我还真没有。哦，看着看着。嚯！所以我们看一看，藏在身上，长得很像张涵予的这一块石头，它究竟是什么样？哎。哦。你别看这色儿，你真好好研究研究，这东西真的还挺值钱的。看不太出来像。我们立刻现在现场变成了鉴宝节目啊。对，有点像这个，我说了你别不高兴啊。你别，没有没有，我没事儿。有点像那个树脂合成的一种东西。但是我还是很感谢你能送我这个礼物。啊，谢谢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绝对不是兄弟送的东西，绝对不是树脂合成，是吗？好，那刚才呢，这个我们听到了很多这个李宗翰关于政委的这个很多的想法。那今天呢，在我们的现场呢，我们还有一位也非常喜欢李宗翰，而且呢，这个最近他的粉丝也很多了。这个我们要有请蔡花甜妈。李宗翰竟是达人秀人气选手蔡花甜妈的忠实粉丝。哎，我特别喜欢他。是吗？真的，你的每一场比赛我都看。哎呦！广告很短，马。几天没见你，我的心里头一直挺想见到你的。有几句话，我想跟你谈谈。那个红燕，你看我的意思啊，我现在都已经成这样了。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，是我怕连累你。你这么年轻，又这么漂亮的，什么样的好男人找不到啊？追求你的人都可以排成一大队了，你也犯不着在我这个残废身上浪费青春。所以你得好好养伤吧啊，我先走了。我还没说完呢。这谁的车？我有点事儿，跟小玉借了几天。我花钱买的车，凭什么他借给你啊？您要这么说，那车就还给您吧。哦，对了，这五毛钱就当租金了，您也别嫌少，我就这么点。营养快线提醒您，精彩稍后继续。营养快，那我就现场改变一下词儿啊。唱得特别好，
我觉得你再给我们唱一个，唱段京剧行吗？京剧行吗？好，那我就唱一段京剧的《穆桂英挂帅》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你叫什么名字来的？牛欣欣。牛欣欣，这样，叔叔跟你一块儿唱行吗？哎，好。那《红灯记》。红灯记好啊。红灯记吧。那个都有一颗红亮的心。好啊。好吗？好。怎么唱来的？那个。我家的表叔。是吧？哦，对对。好。哎，那这样吧，两位站起来给我们唱一个呗，行不行？好。那我给你唱哪段啊？咱们两个合唱呗。我调起低点。行。好。家的表叔数不清，没有大事不登门，谁说是亲眷又不相认，可他比亲眷还要亲，爹爹和奶奶齐声唤亲人，这里的奥妙我也猜出几分，他们和爹爹都一样，都有一颗红亮的心。没想到，您这票友票的太专业了。我呀，您也能唱旦角。我是那个样板戏唱的比较多。嗯。他呢，学传统戏学的多哈。是。对，你还会唱什么？张叔叔你挑吧。哟。他说：“张叔叔你挑吧。”那你唱一段那个。竹竿起剑。哎，可以。哎。竹竿起剑。啊，一小段也不长。啊，咱们女演员对要求挺多，咱们两个一起唱吗？苏三离了红铜线，好，江山来在大街前，未曾开眼我心未曾过往的君子听我言，那一位去往南京我的三郎把心传，就说苏三把命断，来世变全忙，我当报还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你。再见，谢谢。真牛，咱们还上过春晚呢。那最后呢，这个咱们《水浒传》里边哈，英雄好汉都是大口吃肉，大碗吃酒。那我们今天这个达人们也带来好酒，我们一起来最后，来共同来大碗吃酒，拿酒来。好。好，现在呢，有请我们的主创人员哈，这个也为我们在我们节目最后呢提四个大字，也是《水浒传》表现的这个精神所在，忠义仁和。来，有请各位。8月2号开始啊，这个全新版的《水浒传》就将在东方卫视上新播出，而且是全国各大卫视当中唯一的一家高清播出的我们的卫视频道。86集高清版《水浒传》收视长虹。好，谢谢。OPPO Find 智能手机，邀您接。